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创造历史伟业的根本所在。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在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肩负重大使命、重大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如此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根本目的就是要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贯彻下去。政治监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是督促全党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举措。新时代、新征程，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就是推动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是推动全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求，把贯彻落实党的20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作为重中之重，自觉把政治监督融入到重大发展战略、重要政策举措、重点项目任务的制定和落实中，聚焦重点岗位、重点领域、重要工作、重要环节，着力发现和纠正在思想认识、政治态度、落实行动中的落差偏差，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是党的20大做出的重大部署。政治监督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看党的20大关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落实了没有，落实得好不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政治监督中发现，仍有一些地方个别领导干部贯彻新发展理念不力，无视党中央3令5申，罔顾实际，盲目决策，任性施政，造成严重后果。违背新发展理念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经济的灾难、社会的灾难。李在镛，贵州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曾任六盘水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等职务。2023年3月被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党的6大纪律，李在镛项项皆违反，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其中他严重背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一些盲目决策，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违背新发展理念，盲目举债，搞劳民伤财，破坏生态环境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使得他所任职的地方政府性
债务债台高筑啊，对他所任职地区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造成严重影响。2013年到2017年，李在镛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期间，推动兴建了23个旅游项目，其中有16个项目已被贵州省列入低效闲置项目。这些项目每一个远看都成群连片，规模浩大，靠近一看，有的人迹稀少，冷冷清清，有的经营停滞，大门紧锁，有的甚至成了半拉子工程，荒草丛生。而李在镛当初为了建这些项目，不顾当地财政实际承载能力，盲目举债，仅债务利息一项就给国家造成了9亿余元的重大损失。他主政六盘水的3年多里，当地新增债务达1500亿余元，从2013年到2017年，债务增长率超300%，给当地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包袱。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原因在于李在镛想的不是当地的发展，而是自己的发展。认为你中管干部只有最后一步了，希望搞一些大手笔、大动作，搞一点大动静，这样才能够引起上级的关注啊。所以说还是自己的私心。六盘水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兴的工业城市，煤炭、建材、钢铁是传统支柱产业。李在镛一上任就提出要换道超车，全力发展旅游，要将六盘水打造成百年不落后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由于当地自然风光资源不多，也不是传统的旅游目的地，一些干部和群众也曾提出过质疑。六盘水这地方的生态比较脆弱，山体比较破碎，我们的旅游资源呢不是我们的强项，有些我们也是明确反对的，但是没有实际效果。我们这里不像其他地方有很多自然景区，一些在外面经常跑的人，他们也评价觉得这个是无中生有的搞，觉得这得砸多少钱进去才能打造出效果来。然而李在镛对不同声音一律听不进去，强行拍板，强力推进，给各个区县下达硬性要求。当时我就讲，旅游是可以做到无中生有，小题大做，要求大家每年都要谋划一批项目，招商一批项目，启动一批项目，要完工一批项目，也没有算过经济账，然后就开始叫大家投。六盘水是少数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艰巨，上马大量旅游项目要耗费巨额资金，钱从哪里来？李在镛的思路是无中生有，没钱就去借。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作为经济工作当中的重要内容。那么2013年，李在镛刚刚就任六盘水市的市委书记，就把党中央的部署要求抛之脑后，不仅不严控地方债务规模，就是为了支持他所推动的这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不惜大肆的举债。党中央3令5申，要严控新增政府债务，严防隐性债务风险，严禁通过融资平台违规为政府项目融资。李在镛却都置若罔闻，不顾六盘水财政实际承载能力，新成立了6家融资平台公司，把融资额纳入干部绩效考核指标，项目有的包装成企业项目，要求公司去融资借贷，有的押给区县去筹资并实施，
一把手如此错误导向之下，有的区县未完成任务也不惜违法违规操作。对干部来讲，这就是一个挺大的压力，可以说各种手段都用上了，包括当时供销社的这种融资平台都把它用上了。有些人家无中生有跟你生出来了，小题大做跟你大出来了，背上了一屁股的政府债务。在这个李在镛的推动之下，应该说六盘水市各级政府一时上行下效啊，盲目的进行举债，甚至一度出现了这个一块土地同时多次抵押贷款，随意更改融资资金的使用等一些违规行为，上上下下以发展旅游业论英雄，到处是工地，一片虚假的繁荣景象。这虚假的繁荣景象就是李在镛想要的政绩，至于未来能不能盈利，债务还不还得上，全不在他考虑之列。如果当时我记得这一笔钱要由我来还，我肯定不会去借，但是由政府来还我就去借了，反正过几年一换，一拍屁股走人，后边继承者谁来接谁承担责任，有点击鼓传花的味道。击鼓传花，终有鼓槌落地的时候，雪球越滚越大，各种这个债务负担不断积聚，应该说不同程度的形成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应该说李在镛是难辞其咎的。这些低效闲置项目的共性特点是一味求大求快，缺乏论证，导致脱离市场客源和消费力实际。李在镛最为重视的梅花山滑雪综合体项目就是个典型例子，他号称要打造中国西部滑雪之都，既不考虑六盘水只有一个多月滑雪季，也不考虑六盘水已经原有两个滑雪场仍拍板兴建包括29个子项目的梅花山滑雪综合体，举债30多亿，其中打造近万米的亚洲第一索道就花了9个多亿。如今除了冬天那一个多月，其余时间游客稀少，举步维艰啊，压力是非常大的。下一步还继续，债务还得偿还呢。淡季旺季加下来运营，实际上保基本的运营都很困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2次到贵州视察，每次都要求贵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然而李在镛仍然对生态红线视而不见，明知当地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仍违规占用大量林地草地和水源地。经查，仅梅花山滑雪场建设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8600万余元。他不是不知道啊生态的这个红线在哪里啊，也不是不知道他这样大搞形象工程会给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啊，但是由于他的政绩冲动，不惜以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为代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而李在镛抓的这些项目，除了带来债务包袱和生态破坏，并没能给当地百姓带来收益。一些项目周边百姓起初满怀希望，到如今却变成了失望。很多老百姓都非常配合，
以为建好了以后呢，就能在家门口打工挣钱，然后就可以做点小生意。现在搞成这样，就是反正心里是挺失落的，生意也没做成，工也没地打。巨额砸钱却不见收益，随之带来恶性的连锁效应。有的项目债务到期还不上了，就继续借新债还旧债；还有的拆东墙补西墙，长期拖欠工程款，甚至挪用本应优先用于群众安置的款项，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扭曲的政绩冲动，透支的不仅是巨额资金，也在透支政府的信用，透支百姓的信任。把企业它拖垮了，把农民工拖寒心了，还有一些安置房也没修好，大家长期得不到安居乐业，是伤了老百姓的心。李在勇在六盘水力推的农业产业项目，也同样没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现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问题。他提出打造次里产业100万亩，为追求规模效应，不顾海拔、地质、环境差异，要求集中连片种植。要求连片规模化的种植，主要是为了好看。希望领导车子上看起都看到，到处都是产业。我是学农的，我知道土壤对植物的这种匹配性。当一个人为了自己私利的时候，他实际上可以忘记他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次里本是能带来不错效益的好项目，但由于这种一刀切式推进，导致全市种植的117万亩次里当中，不少苗木长势差、挂果率低，甚至有的多年颗粒无收。如今已有40%农户自发砍掉次里，改种别的作物。非常小心，有些病啊，有些癌，但也成熟都是癌，有些那不及格。今年种7、8年啊，都没有收益过，但是只要有点收益的话，可能老百姓都有点都想种下去。像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砍掉的10年了嘛，就是之前这果子小了嘛，就是呢还没熟，它都已经烂了，不如把那个翻出来，们种一点包谷养鱼些们，你至少话有点收成。这就是我们高海拔地方。左手面看过去，那面对面山，对面山那边也是连片种植的次里，但是这个地方的海拔都是在2100左右，超过1800以上的海拔，这个次里它的成熟度是非常低的，这几片山的次里基本上效益就没有了，我们老百姓致富这一块就要受到影响。作为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谋划发展、思考工作，一定要心怀国之大者，注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尊重客观规律，保障民生底线。而李在勇却无视党中央决策部署，无视自然条件和客观规律，既浪费了大量资金，也直接损害农民利益。这种不负责任的盲动背后，思想根源仍然是私利私欲。确实是心中没有老百姓了，一心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影响力，真的是这样。说走到今天是一种必然。经查，李在勇还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他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规划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3年11月，李在勇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等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他留下的沉重债务和低效闲置项目，六盘水市委市政府正研究采取各种措施，争取化解盘活，尽量挽回或减少损失。这一案件教训极其沉重，反映出的问题也并非孤立，
在其他一些地区一些干部身上也有发现，必须针对性强化政治监督，预防惩治，治理并举。李在勇这个案件啊，也警示我们啊，坚定的这个树立新发展理念是两个维护的具体的体现，不能带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必须严格的对标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绝不能做这个寅吃卯粮、涸泽而渔这样的事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剖析李在勇案件背后深层次原因，推动贵州提高政治站位，践行新发展理念，以案促改促治，深入纠治违规举债、盲目决策等现象，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效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强化政治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也是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新征程上，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紧围绕服务保障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推进政治监督的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上下自觉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中央对国家粮食安全高度重视，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保障粮食安全、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当前，外部风险日益增多，我国粮食安全重要性愈发凸显。党的二十大再次作出战略部署，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要求，将粮食购销作为重点领域，持续深化整治。2023年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关于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涉粮腐败问题惩治力度，持续推动粮食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切实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年没有停造的呀，今年产量都挺好的。黑龙江作为全国产粮第一大省，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国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开展以来，截至2023年11月，黑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向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坚决亮剑，保持查办案件高压态势，严惩粮食系统腐败问题，立案1011件，采取留置措施132人，作出党纪政务处分1367人。13名厅局级干部受到查处，省纪委监委严肃查处了省原粮食局胡东胜、朱玉文、辛敏超等3任局长。我当局长以后，因为你管这个全国性大粮食嘛，大粮仓，感觉有点飘飘然，还是对自己这个自控力啊，没有按照党的要求去做呀。朱玉文。2016年到2019年期间，担任黑龙江省原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2023年1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他涉嫌非法收受财物1700万余元，其中超过一半发生在省粮食局任职期间。
他和另两任落马的省粮食局局长突出的共性就是利用职权谋利。粮储部门的一把手主要是在政策性粮食仓储审批环节为他人谋取利益，这就是典型的利用职权审批权限。黑龙江粮食收储量巨大，对于民营粮库来说，如果能成为国家政策性粮食委托收储库点，就能获得国家拨给的收购、储存、销售等多项补贴，收益丰厚且旱涝保收。对收储资格确定握有决定权的朱玉文，自然成为各路粮企老板争相围猎的目标。他先后接受6家民营粮库请托，为他们成为国家粮食委托收储库点提供帮助，从中收受数百万元。就挺坦然的接受，感觉你挣那么多钱，你也该，我不支持你也不一定挣那么多。实际上你就你去为企业服务是你的职责，不能把公权作为自私的一种谋私利的一种途径吧，是吧？那是不允许的，就是教训很深刻。2018年，富锦市政府检查发现，有家基层民营粮库存在违规问题，将它列入风险隐患监管企业。这家粮库为了保住收储资格，托关系找到了朱玉文。跟朱玉文说我这个企业虽然存在一些风险，但是看看能不能我们能自己改正，啊，主要是不要影响我成为第二年这个代收库点的一个资格。朱玉文收下了这家粮库送上的30万元，转头就向下属打招呼，使得这家粮库的委托收储资格未受任何影响。因为这种权钱交易问题对相关企业的资质、资格、能力没有审查到位的话，实际上都影响着国家这种粮食安全的这个总体的政策的落实。当前粮食和物资储备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管好天下粮仓、建好大国储备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全系统正在加快深化改革转型发展。但是黑龙江省原粮食局前后3任一把手以权谋私，靠粮吃粮，自然难以担负起监管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使得黑龙江粮食购销领域乱象频发，甚至一些国有粮食企业实际被私人老板完全把控，致使国有资产不断被掏空，直接危害粮食安全。自己有私心就太贪了，现在后说啥都没用，后悔也没用。赵志明曾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龙安桥粮库总经理，经查他贪污粮库公款2400万余元，挪用公款1400万余元，2023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龙安桥粮库是在2015年由5家国有粮库改革重组的，富裕县政府持股51%，民营企业鼎仓公司持股49%。赵志明原本是鼎仓公司的老板，在这次改制中当上了龙安桥粮库总经理。当时这个鼎仓和县政府不有个协议嘛，就是说，鼎仓这方派总经理。完了，那个经营管理，政府派董事长当法人，这种情况，主控下协议约定的，是由董事长行使的是监督权，日常事务都由总经理去管理，然后董事长进行监督。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国有控股、公私合营的初衷是壮大经营实力，形成国资民资合作共赢的良性循环，更好地发展粮食产业，保障粮食安全。然而赵志明担任总经理后，却全无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应有的责任意识，想的不是共赢，而是独占。过去经干个体嘞，也没在那个国企业工作有过，你忘了是这个国有控股，这就考验出啥呢？就是监管
监管很重要，要把这个监管真真正正的发挥去作用，而不能说它让它流于形式。当时富裕县由县粮食局长兼任龙安桥粮库党委书记、董事长，履行行政管理、国资监管等职责。然而连续几任董事长却都严重失职失责，放弃监管。第一任董事长魏宏光甚至一上任就做出了一个恶劣的示范。2015年，按照合作协议，由鼎仓公司出资为龙安桥粮库建设6个保温仓。快建好时，魏宏光得知国家将对国有粮库搭建露天临时储粮罩棚给予补助，立即起了套取国家补贴的念头，授意赵志明将保温仓外表伪装成罩棚，等套完补贴再改回来。是魏宏光告赵志明说：“你听我的，你上市场买点围板，就是咱们那个芦苇荡的那种叶子板，草色的那个，然后把这个钢结构保温，因为钢结构保温仓外边是白的，他把这个围起来，伪装成一个罩棚结构。国家给补贴了，有的政策，寻思都想占点便宜嘛。我要我说粮食局长当的很失败。6个保温仓伪造成罩棚，凭空套取了1500万元补贴款，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魏宏光身为县粮食局长，却造假挖国家墙角，赵志明看在眼里，自然有样学样，变本加厉。他中饱私囊的主要做法就是先用龙安桥粮库资金订购粮食，一旦粮价涨了，就换成个人公司接手销售，利益独占。粮食涨价的时候，以他那个个人公司名义去做；如果跌了呢，就是换成国有粮库公司，就是偷梁换柱嘛。公家下本，然后风险由公家承担，完了，个人获利。除了用这种方法贪污国有企业应得利润，赵志明还从粮库不断挪用公款，为自家经营的砖厂、酒厂、路桥等企业输血。你看我转这些钱，就告诉财务那边转，然后我就连字儿都没签，都就来回这么转了。说白了，也没人说，没人管，也没人控制，就是想咋整就咋整了。赵志明之所以能如此为所欲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几任董事长都毫不作为，监督监管形同虚设。龙安桥粮库里的董事长办公室实际长期无人办公，也没有电脑，啥都没有，就是一挂个牌，就是说这董事长办公室就始终没长来过，直到后面就出现这问题了，完了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才知道。安总说，对，安总说。调查发现，龙安桥粮库从成立以来从未开过党支部会议，党的领导完全虚化，也从未召开过董事会，所有重大决策赵志明一人说了算，国有企业完全变成了赵志明个人的自留地，导致做贸易粮挣钱成了主责主业，国家粮食收储这一最重要的职能职责反而被弱化忽视，给粮食安全造成严重隐患。比如说2015年收的玉米，2018年应该卖了，然后再收新粮进行轮换的时候，赵志明没有精力去管这些临储粮，哪个挣钱我去干什么，国企的初衷他给放弃，导致了龙安桥粮库储存的临储玉米有很多霉变和不合格的这个现象。黑龙江省通过这一案件举一反三，全省排查出77家存在类似问题的粮库，相关违纪违法人员均受到党纪国法严肃查处。同时，针对该案暴露出的问题，推动相关方面理顺体制机制，堵塞监管漏洞，实现长效长治。提出了纪检监察建议，推动在深化粮食体制改革上，进一步发力，通过一个案件解决掉一类的问题，把这一个领域进行一个治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日常的监督管控，共同的守护好祖国的大粮仓。当时这个粮做这个点的时候，
黑龙江省的专项整治是全国推进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系统治理、长效治理的一个缩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案件的同时，会同多家相关部门纠治一大批突出问题，推动完善一大批制度，多措并举保障粮食安全。目前在全国推进的智慧粮库建设，对粮食入库、存储、出库等业务全流程动态监管，各地平台与国家平台联通，以信息化建设提升监管能力，就是推动监督常态化的有力举措之一。纪检监察机关将持之以恒加强政治监督，堵塞监管漏洞，防范腐败风险，保障党中央粮食安全决策部署落实落地。通过两年多的整治行动呢，粮食购销领域成年积弊得到彻底整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粮食购销领域严的氛围持续形成，政治生态得到净化修复。对于确保中国粮食库存数量真实、质量可靠、储存安全，端牢中国人自己的饭碗，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进乡村振兴，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作出部署，要求坚决纠治损害群众利益腐败问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环境。四川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数量居全国第二位。近年来，四川省纪委监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四川乡村振兴领域国家扶持力度大、资金项目点多面广的特点，以简易审批村庄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为切口，严肃查处乡村小微项目建设中的蝇滩蚁腐。确实是从收红包开始的，第一次从收红包的心里的忐忑，到后来成了习惯，距离这个组织纪律就越走越远了。吴小龙，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博王山镇原党委委员、副镇长。经查，他在十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中违规插手干预，捞取好处费。2023年1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2023年9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他的有关问题线索最初是来源于群众反映。专项治理工作组在博王山镇走访时，有村民对一条村路硬化项目提出了疑问。村民提出一个观点，这个路为什么会那么贵？因为大家都在农村，都很清楚这个挖路你到底需要多少钱。工作组调取资料横向比对，发现这条路的造价比同时期其他地方类似工程要高出超过20%。村民的质疑是有道理的。继而到实地查看时，却发现这条花钱更多的路质量上反而不达标，路面水泥板很薄，远远没有达到项目要求的18厘米厚度。调查发现，承包这个项目的老板曾维贵是吴小龙的熟人，为了拿项目送给了吴小龙20万元。这条路总预算90万元左右，吴小龙就抽走了20万，路面变薄也就不奇怪了。因为他是分管那个
项目的嘛，想到可能以后在那个地方哈，可能还有更多更大的建设，万一我们有去，可能会寻求一些更多的关照。继续深挖下去，吴小龙插手的远不止这一条路。2019年，博王山镇争取到了国家拨款的600万元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指标。吴小龙作为当时分管这项工作的副镇长，把手里的权力用到了极致。这600多万所涉及的项目，基本上每一个项目的老板都是他推荐给村上，都是他自己熟悉的或者有合作经历的一些老板朋友。每一个项目你都可以看到吴小龙的影子。这些项目中花钱最多的一个叫微田园美化项目，内容是在村路两旁加装竹造型栏杆，总共投入173.5万元。而吴小龙从这个项目中受惠的金额相应也是最多的，达到25万元。承包这个项目的老板李朝良也是和吴小龙有10多年交情的老熟人。帮农忙嘛，这个找到钱了，我就顺便就是感谢他一下，就是那个意思。而一些投资不大的项目，吴小龙也没有放过。村头村尾安装的40个不锈钢垃圾桶项目，预算约20万，承包人送给了吴小龙3万元。旅游公厕项目预算为52.9万元，承包人送给了他5万元。小河堤治理项目预算只有15.8万元，吴小龙竟然也从中收取了5万元。有一段时间我是整个乡镇只有一个副镇长，全都分完了。我确实给村长推荐他去，我说我推荐这个人来报名，当时我确实是有私心。他们不会跟我们说是啥子关系，只是说他晓得做项目我具备啥子条件，但是我们心中有数呢，晓得，但是你不敢言语。对村庄建设项目实施简易审批，是国家为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做出的决策部署。这类项目点多面广，简易审批更有利于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落地。然而，吴小龙却把简易审批变成了利益寻租的自留地，完全背离了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吴小龙这个案子暴露出来的就是咱们简易审批这种类型的项目制度的执行和我们的监管方面有出现了这项一些漏洞，有相关的流程他们不按这种流程来做，没有执行咱们有这种有效的制度。按照四川省简易审批流程的相关规定，这些项目虽然无需招标，但要通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在至少3家公司中进行比选。吴小龙主管的项目，从材料看，程序都完备。然而，调查下去，所谓的竞价比选，完全是人为编造的纸面竞价、纸面比选。吴小龙的操作方式是，掌握项目第一手信息后，立即推荐和自己有交情的老板到村上报名，同时向村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配合。那个施工方我们来收集3家公司，我们拿到我们村上来嘛，那我们做质量噻。不管哪一家公司中标了，都是这个老板承包这个项目，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反映出的，我们后面的有些程序就流于形式化了。在确定预算上，吴小龙也完全程序倒置。一个项目花多少钱，是先内定施工老板，再根据老板的报价量身定制预算，甚至还授意老板虚构工程量、虚增造价来多套取财政资金，实现老板和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损害了第一是老百姓的利益，我们本来是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儿，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这案例的暴露出的问题，钱没有少花，
事儿也没有把它办好。第二呢，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利用自己的小微权利吃拿卡要，这个小贪小腐，群众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当领导干部漠视群众，忘记了用权为民的根本宗旨，离堕落的结局往往也就相去不远。当村民通过公示了解到吴小龙主管的项目所花费的资金之后，很多人提出了质疑，并向专项治理工作组反映了情况。那条断头路那根是大概是我还是五六百米啊，五六百米，当时是我还是40多万，很多都来反映，就说这条路整一个毛坯子路都要几十万，就还是有点不合时宜。吴小龙案件再次印证了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群众监督的重要性，但也提示着村务公开也还存在不到位之处，村民只能在公示栏看到有哪些项目花了多少钱，却看不到项目设计方案和合同预算等具体情况，这也是吴小龙敢在项目上做手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进一步加大村务公开力度，增强群众监督的有效性，也被作为以案促改的重要内容。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就先就我想的，随便啥子都要公开透明，这种让大本营知晓度越高越好，来更多的让大家来一起监督，让多监督就少来这当中有这些，就是腐败的现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最有力的监督。四川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探索用信息化技术助力基层监督和乡村治理，村里的大事小情都让村民能更便捷地知晓，更有利于群众进行监督。例如，宜宾市建成农村集体资产综合监管平台，将全市1792个村和涉农社区资金、资产、资源数据进行信息化管理，推动惠民政策、资源发包和收支流水全公开。巩县建立起了“掌上村财”微信公众号。通过走村串户宣传推广，告诉群众村里项目立项、审批、施工、验收各环节资料及本村三资情况、村务信息都可以在手机上查看，还能一键举报。你们有没有意见建议，或者都可以在这个平台高级跟我们进行反映，可以搞会儿监督。你们就慢慢说好，我们还有事情。简易审批村庄建设项目专项治理以来，截至2023年11月，四川全省共抽查项目1.23万个，发现问题资金8.9亿元，立案2441件，处理1713人，完善制度机制212项。针对这些案件暴露出的问题，深入开展以案促治促改，完善简易审批实施细则，有效堵塞监管漏洞，以专项治理为突破口，将乡村振兴领域防范风险、推动整改、促进改革、优化治理有机结合，管好国家资产、集体财产，维护农民合法权益，通过有力有效的监督，助力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的贯彻实施。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是坚持人民至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五个振兴政策落实，强化政治监督，坚决惩处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相继到全国多个地区考察，反复叮嘱要抓好高质量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并多次就有关重大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紧紧围绕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推动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着力守护好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在新征程上行稳致远。党中央抓八项规定精神这么多年，青海省六名领导干部却竟然在党校聚餐饮酒，并导致一人死亡，造成重大恶劣影响。如今局中人散，痛悔已晚。就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参加了一场不应该参加的一场酒局。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有的领导干部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坐在办公室拍脑袋决策，造成重大损失。深刻反思也是我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了，我要认错认罪。一起自建房倒塌事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数十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留下极其沉重的教训。就形成侥幸嘛，还是以形式主义来应对这个上面交办的这个大事。持续发力，纵深推进第三级，强化正风肃纪，敬请关注。